看，对，高考了。你们后面拉手拉好了。拉好。你们那个咱们六样的小马的，看那个。好难的吗？对呀，往北走呗。哦，文宇拿到第二。那里边来着，是说。附近那个有个牛轧糖，还不一定。这有一个卖那个水晶灯的，是吧？嗯。老板。我还是太多。咱俩红包我做了，前面左转就是这边，好的，右转觉得不恐怖，恐怖的是那个什么到处都是伤。涮大鱿鱼，我来姐来，我给你念了南锣鼓巷，哎，名媛湖，你把裤子裤子滚，还要不要垫裤子了？废话，妈的啦。还是我有钱的，下饭有西北的，不然不是下饭有西北的，还有我，老北京报纸。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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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
看。我前面的。不对，但是按点特写啊。后面那个那。这没点名啊，李总哥。开发产品，真的，没错。这是哪这个看有红灯了吗？
喝的那个红的，我说那个我知道了。看看那个。有空咱去看看。现在留两会儿。现在嗯。我操！这是。
叫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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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
你记住了。我还挺高啊，挺高。嗯，真的。那你为什么？你要这么骗我？就你只能高到站着吧。哪儿呢？高嘛，哪儿呢？天门上要一只，还得天门上要。今日这个就好了，能使能高都干了掉。嗯，我们今天到那。为人民服务。上面那个。恭贺新春。啊，恭贺新春。今天是咱们新路的店。嗯，到一起啊。学校。小的味道啊，走反了。哎，走反。
问问老于他今年回国吗？回国了，这个欢迎宴客。你要想吃？精挑细选的30多种串品，都是一些你们爱吃的新鲜食材，用最简单的方式腌制入味。现在打算宣传金子春的产品。还有人看，什么看？我忘了。那边怎么都关了？什么口味的，大哥？哦，辣的。他这个全是厂商进的。那不用。这个店做北疆菜好牛，是啊，那没法做。真的好。然后那个宝宝家小一点，那个挺好，照婚纱照，你看现在。
真的不能买，应该用拍的。来，我给你找。啊，不是，看到没？找别人去，你找球了呢。这便宜，半老底。这天要拍婚纱照的话，非得那个。来冰糖葫芦大草莓吧。照相，你们都想象不到。这就所谓打卡了，那啥就干这。不得，所以呢，那个什么东西都很容易那个什么成为热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太难吃，别吃两块。应该不少，他们不往那边走。来红包车了啊！现在看看，肯定是个店，是吧？五七三三号，五楼七大街三三号。三号旅游景点都对。别哥吧，你快红布马克。
多少东西都不够卖。看最长的最长的那个。
放心吧，红酒姑娘。你看，今年的。看我儿子不让我给你报。这吃不能，其实都有可能化。走吗？一块红布铺脸的，嗯，就是这个。快过来吃的，过来吃的，怎么买？咱们现在过这个的吗？光地皮。都可以找我们。再看东西，赶紧买啊！去年人多多了。客人来的老。椰汁它还能酸吗？椰汁都服了。给他最后一个机会。这不对，那杭州大香肠，铁板鱿鱼了，新鲜的生海大鱿鱼。这还稍微好点，人这里没人照，这人多着呢。这是那成都锅羊蝎子。哪儿的呀？上那儿呗。那不下来是对的。我们得错过这个地方。别往那边走。三点的。能不别老这么卖的人在那钻，我觉得从那里低头也不抬头往前看。所有旅游景点都这么值钱的。
旅费可能再加上那个点心做的也挺好的。老婆，你的手机怎么找？那个人是很好的后人。有事咱们再联系。我给你找找名来都来过。嗯，他叫什么？哎，这他不在呢。嗯，我全部都去过。想不想喝？你看看那俩像。这八块钱啊，多少钱？还有吗？哎，你看看。咋的咋的？不可能啊！啊，这他那袋子不行。啊，不可能被人抢走，他那个那什么的尖。尖能上。嗯。那是另外一笔收入。嗯，他那没有外快，他就不存在。嗯，两个小时之内不花钱，这个钱。都没头子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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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吗？给你发着一个来，60，60。这是玉，